路上都是粉红色的捷运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塔。相信呢，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的旅游行程也全部都被打乱了，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。其实我这个月呢，本来要去欧洲自由行一个月，但因为疫情关系，我觉得还是先乖乖待在家里，先不要出远门。因为平常我就是这么爱拍拍照的人，其实伟哥也一直在murmur说，就是我们好像应该还是要去哪里走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决定当一天的伪观光客，来去新加坡一些我们一直都蛮想去的景点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去。因为每次呢都一直想说下次一定要去，结果就一直都放着没有去。那刚过完年呢，相信大家也都跟我一样，就是荷包有一点点扁。不过虽然说我平常出去旅游的时候我都是穷游啦，所以今天也不例外，我要顺便教教大家说平常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怎么样省钱的小撇步。通常的话要去旅行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订机票，平常我订机票呢就是会一直疯狂的刷新那个比价网之外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要跟大家说，就是一定要用无痕网页来开启航空网站。因为有一些航空公司呢，就当你在比价的时候，假设你今天登入明天也登入，你的时间地点都是一样的，他就不会给你降价，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提高一点点的价钱，这也是其中一个小撇步，大家可以学起来。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，我平常还会搭配 ShopBack 这个 apps 的现金回扣来多省一点钱。这个 apps 呢，相信大家也不陌生。那它其实是东南亚第一大的现金回馈的平台，它总部呢是在新加坡哦。不过现在目前在台湾区也是都可以使用，而且在台湾非常非常的广泛。不过 ShopBack 除了 app 之外呢，也还有桌机和浏览器外挂可以使用。那平常出国玩呢，免不了就是要订门票。讲到东南亚旅游，订门票通常我都会去 Klook 上面订。那在 ShopBack 上面呢， Klook 还有最高 3.5% 的现金回馈，真的超级多。晚一点呢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平常还会用 ShopBack 这个 apps 来省下哪一些旅费，因为呢再不出门的话我们今天的行程就跑不完啦。 Let's go。来的就是朱雀肉。其实呢，之前我曾经在这边住过一阵子，大概住了一年多以上吧，所以我对这边算是小熟。但这边的建筑真的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它在2011年的时候成为第一个国家遗产保护区。这边呢，除了大家可以来看风景、拍照之外呢，这里还有两个我自己非常非常推荐的餐室，大家可以来吃。第一间呢就是松记鱼圆面，它的鱼圆呢是手工的那种。我以前放假没事的时候，就是走来这附近，然后来吃松记鱼圆面。另外第二间呢就是永城餐室。除了我之前介绍的东海岸之外，大家如果觉得太远想要在市区吃的话，也非常推荐永城餐室，因为永城餐室的辣椒螃蟹 CP 值也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先来去朱雀路走走看看。这站就是 Rail 红山站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女心的一个捷运站。然后这一个捷运站呢，当时Blackpink 他们有一首歌的 MV， 现在 MV 在这边。据说它的场景呢，跟这个捷运站的场景是非常非常非常像的，相似度99%。那也因为如此，这个捷运站呢，当时就引起了一阵的小风潮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捷运站还是蛮值得来的，因为它就在捷运站站内。
looking good tonight. I wanna kiss you before the sun goes down. It's what you're doing, making me feel like I'm falling. And when you're moving, I can hear my calling. 身为嘉文青呢，怎么可以不爱这个景点呢？现在这个景点呢，我们来到了非常非常有名的古街图书馆。但是我来这么久，第一次来，平常都在社区图书馆而已。但这里真的非常。学生时期的时候谈恋爱一定要去图书馆谈恋爱，所以今天我跟威哥也不可以错过这个地点。然后我今天喝的这一杯灯泡饮料呢，它是火龙果加枸杞，然后 Baked Sea 就是基底是椰子水，其实它超级养生的。但是我刚刚其实很一直在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点这一杯，因为它是椰子水，我本人其实不太敢喝椰子，但它看起来实在太好喝了，所以我还是点了。我好喜欢它这个瓶子哦，叫我真棒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这上面这个吸管材质是什么？竟然是意大利面嘞！那我觉得超棒的。这里晚上呢也会有很多人过来喝酒，它是从早上的8点就开到晚上的12点，大家整天供应的餐点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除了来喝酒喝饮料之外，也可以来吃餐点。这个景点这里呢，其实是我们之前有来过的 Henderson Wave 的附近。然后这个公园，哇，太大了吧，吓死我了！这公园呢，其实是在 Henderson Wave 的山脚下，这两个景点是可以连贯通一起的。看后面的花吗？超级漂亮的。家啦，那我们今天去的一些景点呢，其实都是比较小众一点的，或者是可能不是到这么热门的景点，这不过也都是蛮值得去的景点，而且重点就是它是免门票的，所以呢就提供给那些跟我一样喜欢穷游的人做个参考。然后今天早上说的 Shopback 就是这个网站，然后他合作的商家的话，全球近200家，涵盖范围的话其实也都是蛮广的。这边可以看到这些店，像平常我购物的时候最常使用的淘宝这边也是有。那如果说是有人跟我一样也是喜欢在家里买菜的话，这里也有家乐福，只要透过 Shopback 连续下订单的话，订单成功之后呢，通通都会有现金回馈。然后这个 apps 呢也可以还可以订住宿，例如像这个 booking.com 的话，点选 Shopback 的网站后，然后再点 booking.com， 就可以看到现在限时加码的现金回馈活动，
是不是看到现实两个字就让人觉得不定的话，对不起自己啊。然后这次过年呢，因为我这样子的操作，我阿姨实质的感受到了旅费真的省很多，所以她也成功的被我推坑。因为 Shopback 如果你推荐好友成功的话，那她就会有一笔100块的奖励金，也因此我小赚了一笔当红包，谢谢阿姨。不过呢，要先记得下载 apps 之后，然后再点那个我底下资讯栏的提供的连结，这样才可以成功的赚取奖励金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今天提供给大家的旅游景点还有一些省钱的小撇步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要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，那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同学，一个人吗？需要咖啡吗？同学。